曹建明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荒原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朋友呢拿到了两个新英雄，就一个就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超酷的。今天呢，我就一直赢啊，我一直赢，一直赢啊，超爽的嘞！你们不知道我一直赢的感觉的那个爽，你们不懂，真的好爽。刚才我自己没有拍影片的玩的时候嘛，说我直接双连杀，爽！一个人来了，我杀掉他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来了，我就直接杀掉他，双连杀。我打这个，打这个，鬼水，你好水，碎了，撞他，爽！快点，双。哎，你放什么大绝呢你？过去吧你，谢谢你。哎，你放什么大绝啊？你为什么不留住？你过来呀、啊、兄弟，快点，我帮你。我的妈，大绝片，大哥饶命！哦呦，我打他！哎，我怎么被打死了呢？不过他们才5啊，我真的是太搞笑了。我们都已经50多了，他们才13罢了，我也是醉。打死他！打！看，这个我来，姐姐，对，阿里路亚，哈哈。这个名字叫什么？卡西欧，什么来着？叫什么卡西欧吗？好像真的叫卡西欧。哎呦喂，至少我们是赢了，我们肯定是赢的啦，怕什么嘞，是不是我们保持赢的这个，这场我们是保持赢的这个，简单又轻松啊，观众们，简单又轻松啊啊啊，太简单了，如果这场遇到拉夫上跳根本是翻脸对战，是怎么又是那个卡西欧啊，我怎么又遇见他了呀，看来我们是直接碰一起打的关系，还是我们继续，还是你按再来一场，耶，我闪，哎，卡了，好了呀，这模式可是要加分的呀，哎呦喂，我来帮他，进去吧你，哎呀，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，还是要被打，我就很烦那个抵达的那个大姐，啊，杀掉抵达，哦，对嘛，爽，哎，同归于尽哦，对哦，呵呵，哦不，我一定会把他的头打成皮球，啊，什么？来把心率，等，气死，打，看。啊，他好惨哦，一杆复活都被打死，哎呀，幸好队友赢不了我，我会记得你的队友，哎，啊，幸好但我被炸之前我被打死，我来打，哎，怎么卡了，哎呀，好卡，我开刀。大哥饶命啊，我吸你进去都不是饶命了，五强人，这个把得把他的头打成皮球，咦，怎么加速快了你，开挂了你，啊，没命，啊，加了就可以了，这场玩的也太惊险了吧，哎，场输啊，观众们。
都想吃的，太可惜。都是那些对手，太可怕。观众们，我打死了，对，快点快点，我打他，看我的，啊啦，打了，我发个电视机了，你看我能不能打他？烦嘞，根本是三年不打神仙了。我怎么就被打死了呢？有点卡了。我打了，还在加命，不可能！我跑跑跑跑，很好。哎，你弟快打他呀！你的大绝呢？大绝大绝大绝，快点快点，我吸他进去，用力把他给打死。我先去了，我让你们兄弟撑着啊！啊，那就把我兄弟给打死了，有没有礼貌？有礼貌好吧？没学过道德吗？不要一直打我！哎呀！我要攻多久？为什么？666。明明是666哎，啊不，999，为什么不是666？666，走起来！我要升级一下它，反左前多。哎呀，忘了我宝石不足。哎，我按错了。嗯，就是这个 filter 床。太笨，这场输了。两个远距离攻击，一个近距离输了。嗯，还是这里要小心点。我是看他们攻击力，我是全场攻击力最强。哎，我要打这个，不管还是别的，拜拜。等我让你进来，是可以的，拍死他。我让你让我，我送死他。浪费我大绝，来赢他们，赢他们！来来，等他们来，防护罩没有先，等我防护罩没有，快点升级下他们！来，啊、我哎，我没有躲到的，我想躲到你们家，我吸他们，点他们命啊！我就先杀他们。照他防护罩，刀杀伤力加高，那有好我还是有的。
为什么那个玩家直接下线是怎么样？哎，我也刚才没有。你看几多个 i， 你们看他这里那个头发是有多长啊，我们看看别人，全球顶级玩家，全球顶级战队。哎，他也有角色。我没有的角色，我没有的角色，只有一个我有的角色，罗莎。哇，乱斗。刚才那什么人物来的？我上你大学看，对，楼上就是墙。哇哇，700多个观看了。有点可。算了，不看了。这样子可能啊啊！啊！我是王之长是怎样关的门？关注我，按照这王之长呗。这个模式，兄弟们，你别动我！啊不，拜拜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这个好像都我都没有按到他。喂，你敢进来不行，来！那个绿林雪莉怎么了？怎么我总是不知不觉的打到？哇，这一引，哇，我那个球的杀伤力，这让他什么了？直接让他直接到什么了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记得点赞订，今天视频到这里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吧，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